这个紧张时刻啊，我们第一片板啊，装配完毕啊，现在要拆试。看看。哎，出来了啊！有画面出来了，起码可以。Okay 啊，大家鼓掌。啊，辛苦一天啊！第一片板最起码可以有个画面出来，就是表示那个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应该。好了。L4 那些有跟工艺啊？如果是 L 跨度跟那些工艺没关系。对，啊，请啊啊，看看这个多漂亮啊！第一张卡，这个我们这个八大的工厂，第一张卡，第一个画面啊，这个真的要记下来。啊，我们等一下再看看第二张怎么样。好了，我们第一片板还在测试啊，现在第二片我们看看可不可以顺利开机。哎，好，依然可以顺利开机。好了，好，今天谢谢大家辛苦一天了啊。总算有些成果，我们啊，好，给些鼓掌，大家支持啊，好，恭喜恭喜。